营扎寨，朋友们好，我是小蜜蜂程程。今天我又要在高速服务区上安营扎寨了。出了云南，享受够了之后，又开始回归我的318自驾。我是从成都出发，路过雅安，穿过二郎山隧道，到达泸定。我现在的位置是泸定县的泸定服务区。泸定县是进藏出川的必经之地。县城距离成都236公里，证明我今天就跑了236公里啊！我今天因为现在已经晚了，6点多了，我怕再走山路嘛，山路难行，天黑，我这眼神又不太好，所以我就决定在高速服务区休息一下。来到这个服务区，我碰到了两辆车，都是黑龙江的。到这个位置就看出来了，自驾318的人就多了起来，还有骑行的。一路上刚刚跟我后面的这个也是黑龙江出来自驾的两位叔叔和阿姨，是退休之后出来玩的，他们已经自驾了新疆青海，人家都已经自驾过了，而我才刚刚开始。看这个服务区都有什么啊，这是氧气罐，我应该买两瓶氧气罐。这都是有318标识的小帽子，这个防晒的套袖、面罩，这是什么啊？这就是那个牌子。此生必驾318。哎，我就不买了，我这318也驾不完。健康，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还有这个东西，不来不知道，一来吓一跳。我就再买两个这个吧。我买了两罐氧气，要不然我要到上面真要高反的话，还真没办法，还得往回走。那边那个房车也是黑龙江的，这个是北京的。我的这边这个是黑龙江的，我是吉林的。哇，这个雨是说下就下呀。邻居也是黑龙江的啊，看两个黑龙江一个吉林，那边那个是北京的，对，那个房车是哪的？好像是陕西的。嗯，你们都洗完了？洗完了。朋友们早上好，我是小蜜蜂程程，现在我要去打一壶热水。你这什么车呀？五菱吗？啊，五菱。啊，五菱。后边也是船车吗？啊，对。我下一步上哪呀？我上康定。啊。下了高速，我往贡嘎雪山走。还有多远呢？还有100多公里吧。那我看看，我寻思上泸定先溜达一圈。泸定桥、啊、都路过。对呀、啊。完事儿。你看看天气，晴天的话去，要是连续阴雨天的话不建议去，看不到什么更好看的风景嘛。阴雨天也无所谓。也无所谓。我没啥那个这天那天，这走哪算哪。你们两口子随便走。俩朋友。两个朋友。啊挺好，你们更潇洒。没有路书，这个不知道哪是哪。我也是头一回走。太好了。但是这边这个就黑龙江这个叔叔、他们走了很多地方了。是吗？昨天我们也聊来着。
啊，你们一道走的？没有，昨天也是来到这儿碰到的。啊，昨天在这住的？啊，对，昨天晚上我们在这住的。我看你今天早上过来的。啊，你们愿意住景区？住这不花钱吗？不花钱呢。行，走吧。行，一路顺风。啊，一个鸭腿，一碗泡面，我的早餐还挺丰盛。吃饱喝足，休息好，继续我的旅程。哦哟，又要出门了。那大头呢？全程87公里，大约需要2小时35分钟。开始导航。